发现了彼此身上有一些什么过去你们其实没有发现的东西吗？我觉得他就是从这个嫣然基金这件事情上，我真的，因为我呢向来是一个比较，我不会想到做这些的。嗯，我原来是一个很就是我情愿独善其身的人，就是我不愿意独来独往的。